この番組はご覧の天才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ござい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か、ね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、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吧。这不是，那不是我说的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倒是法官现在这人可能得判五年。看着啊，来来，我这有笔笔啊。来好的，哎，说就说那好的。嗯，我现在我就跟各位您说，我算是熬出来了。我这么些年来，嗯，我咱发自肺腑，一点一点的吧。听说过啊？二哥说，我找德刚道歉。哦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入药，那个桥是可以监控。东坡山上云雾深。小小的毛猴胆量高啊，一个跟头不见了。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，泪珠索马留神看呐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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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呐，就别判了啊，我就不应该参赛了呀，我就。看于老师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智力问题啊？不是，这是轮椅坏了。李小本儿，哦，于老师出来去打篮球，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。菜市口那是杀人的地方，杀头的地方。嗯，到这儿了，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。我干嘛光着杀呀？还要杀头了，还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。